各位，我要转换跑道了。我转换的跑道将是台湾起飞的新航道。他讲的话都是有这个总统的高度，不是讲那个有的没有的来双穷啦，是改善下啦，讲没有钱啦，那个我说没啥小老用啦啊，那一种人啦啊，我们能够去支持吗？没有懂经济的人什么会大发大财呢？什么都不懂，只有讲哦，我会发大财啊，那为了演讲哦也发大财吗？不可能嘛，假话来看我话啦，里面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发大财发大财，其他的都不会讲。